到一个新订单，帮农民工讨债。今天到底什么事才拿到？你好，请问是你们下的订单吗？是我下的订单。我们在这工地上班大半年了，这都年底了，一毛钱工资都没有拿到。现在法律规定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，你们工头这样做，他不怕吗？我们农村人哪里懂法律？大家就指着这点钱过日子。我家里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工地里上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，我拿到钱就回来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家里米都没有了。我帮你们，这血汗钱一定帮你们要回。一个个都这么闲吗？工资还想不想要了？今天不拿钱不干了。不干就给我走人，想要工资都给我老实点。老婆，你老伴儿不在等着你拿钱看病吗？还有你啊老王，说你啊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钱不要啦。我呢今天也不追究别人谁带头闹事儿了，还从这儿钻过去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你他妈是谁呀？不拿钱别想我，别打了，年底了，你拖欠的工资为什么不给？工程款没下来我有什么办法？他骗人，工程款早就下来了，他拿钱买了豪车就是不给我们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你看看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就为了这点血汗钱，他们每一个人为这个城市做出了多少贡献，别人不偷不抢辛辛苦苦挣的钱你凭什么不给？别给我说什么大道理，我今天就不给你们，怎么着你们敢这样谁他妈都别想拿到钱。对着他拍，拖欠农民工工资。我来这七个月了，就等着这钱给我弟弟交学费呢。我来这里九个月了，就想多挣点钱回家过过老人年。我在这里七八个月了，就是想挣点钱给老婆看病。我来这里半年了，就想赚点钱给父母寄回去。我们只想拿回我们的血汗钱，希望大家帮帮我们。对，全拍下来发网上。别拍了别拍了，我给还不行吗？这世界难我却从未黯淡，每个男人都要懂得承担，先做人再做事，诚信是做人的根本，不贪不义之财。农民工不容易，希望各位老板不要拖欠农民工资，让大家回家过个好年。有你们在没有什么难办。